小米茶我好吗？爱情有挺快的吗？我很想跟你说说话，可是我怕你知道我的心情。现在是八点零一分，我会告诉赖先生，你的心谁会被搞掉？是的，阮先生。我们在巧克力工厂做好买卖。对不起，阮先生，但是我受伤了，快点回去工作。别再啰嗦，快回去努力工作，千万不要再啰嗦。我们一切很开心，又唱又跳又笑。